居民与以往的大版本不太一样，它含有雨林和沙漠两大部分。在设计过程中要注意的地方非常多，主要体现的是当地特色、核心主题以及幻想处理这三部分。雨林部分的风貌给人的感受就是山峦连绵的感觉，区别于里约的柱状形式、稻荠的横切硬朗，须弥的山石更加符合热带湿润的地区特征。这种偏柔性轮廓的山石结合古代巨树，贯穿在整个地块。植被方面，我们找了非常多当地特色的植被做参考，主要体现的是鲜活、生命力、湿润感以及热带特征。沙漠有沙漠风暴、绿洲、渴望水的植被、被风沙侵蚀的岩石、巨大、神圣、具有历史感的遗迹。整体的设计既表现雨林和沙漠的自然魅力，又揉进了很多幻想元素。我们一直在尝试设计的边界感，我们不想做非常现实的设计，也不能过多的放飞，需要做好异国风情、幻想度以及真实感之间的平衡。各个区域的主视觉同样非常重要，须弥的世界设定本身给视觉的多样性提供了非常好的支持，有各种各样奇幻的内容。这些内容根据玩家的游玩体验以及美术逻辑安放在各个区域，这样玩家的视觉感受和情绪变化都会更舒适一些，整体的游戏体验也会更好。玩家初到这片奇幻森林，会发现一座建立在巨树上的城市，在这片被草神护佑着的国度，你会遇见一群可爱的小精灵。小精灵可是只有小朋友才可以发现他们哦，需要你帮他们解决一系列隐藏在森林深处的危机，才可以获得他们的信任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你会发现非常多的未知区域，有长满参天巨树且常年下雨的森林，有因为未知原因导致衰败的森林，也有巨大的伞状发光植物形成的特殊生态区域。在另一片森林中，你还会发现一个巨大的机器人残骸依靠在山体崖壁之间。在这些奇幻森林的背后，似乎正在被一股神秘的力量侵蚀着。从须弥城向西望去，可以隐约看到须弥的沙漠区域，在这里你会发现颠倒浮空的神秘遗迹和冲破天际的龙卷风。在看似一望无际的沙漠下面，同样隐藏着非常多的探索区域。沙漠深处也有一个巨大的机器人，那这个机器人和森林的机器人又有什么关系呢？森林的神秘力量又来自哪里呢？就请旅行者去探索发现真相吧。